写出讹诈的讹。一边是发生的事件，另外一边呢是发生事件的当事人的反应。有人讹我，讹，那字是不是念讹啊？讹，讹，讹，语气词。有人讹我，讹。在疑问的时候就变成讹。周四晚间九点，成人版《一字千金》，领略中华文字之美。